宿舍里流胡同街，将来在大街前，回忆敞开夜我心内，披送过往的君子，听我言，那一位寂寥难尽，你转与我的三老八十。玉婷啊，你出去玩去。我下花呢。宿舍里流胡同，你拿着汇票吧。拿着了。我就知道你又想说叫景琦回来。该叫他回来。你也心疼心疼我，我老了，我想儿子。好像就你一人想。再说你忙里忙外的，这也该有个人帮你啊。妈，我哥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去去去，你出去玩去。我还没教完呢。妈，我哥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别烦我了，你出去玩去。我跟你爸有话说。又瞒着我。你听话，你上外头玩去。晚上啊，哎，我带你听戏去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我先走了。去吧。这丫头啊，听戏都听入了迷了。哎呀，哎，我呀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嗯。愁死我了，多少日子都没个人商量。什么事儿啊？不就是那姓韩的这小子吗？我就不明白，轰出去得了，他算你娘家的哪一门子亲戚啊？我压根儿就没听你说过。我呀就想跟你说这事儿，大爷啊没死。哪个大爷呀？你大哥。怎么回事啊？你记得在西安老太太去世的那天，你在大门口看见一个人眼熟，那就是大爷。啊？这怎么都没跟我说过呀？这担惊受怕的，就我一个人知道就行了。可是姓韩的小子，他就不知道是从哪儿摸的底。他说他呀是替大爷死的那个人的儿子。其实这韩家没后啊。他明白了，怪不得这小子这么横。那可是这个事儿，我呀不知道找了多少回。原来救大爷的那朱顺和严爷，一个死了，一个下落不明，这成了无头公案了。那还谁知道这个事儿啊？没有。这詹瑜和武贝勒他起过疑心，可是也没说是个所以然来。那就把他轰出去。不成，那不是把这件事儿捅破了吗？哎呦，我简直是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。你说说。你跟我商量。你说这事儿我不跟你商量，我跟谁商量？你说我怎么办？嘿，这你可问对人了。这我有什么主意啊？二奶奶，怎么了？二奶奶，韩大爷又在那儿缠着大小姐胡闹呢。哟，这又是怎么了？这是。王八蛋！不要躲嘛，害什么臊啊！哎，别怕，半天我就娶你了嘛！啊，媳妇儿，你别怕嘛！撒手！哎呀，啊！成什么样子？还生孩子呢？没事，她是我媳妇儿嘛。怎么了？这是？我怕我。撒手！啊！快走！好
我。妈，在哪儿呢？啊，这个畜生在哪儿呢？再打我，我就不客气了。老了，我怎么宰了你这个活畜生不好？我怎么宰了你？我宰了你这个活畜生啊！我宰了你！就是要去一停，不然的话，我就叫你们家不能落座。憨子，你给我回来呀！憨子，你给我回来！二哥，哎、你呀、啊，二哥，哟，怎么抓的这么紧？你，二哥呀、啊，你说你何苦呢？连个蚂蚁都踩不死，你还宰人呢？真是。叫什么呀？叫二哥，叫谁呀？叫老三呐、啊，赶紧派人到济南去，叫景琦回来。来，把这一杯喜酒咱们干了。诸位，这件事儿呢？我也没禀过我爹妈，所以这喜事呢也没敢大办，诸位都包涵啊，都包涵啊！谢谢诸位能来喝我们的喜酒，以后还请大家多多照应。这杯酒我就先干了。好，来，来，谢谢，干了，干。小黄，哎，你可得多喝点。哎，我告诉你们啊，酒红可是能喝呀。我反正喝不过他，哎，喝多少跟没事似的，哎，你看，怎么说？哎，来，你给酒红换大杯，来，这就可以。来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哎，七爷啊，跟你说个正经事儿，老孙头的儿子从北京回来找了我两三回了，这场官司他们撑不住了。怎么着？这刚一年多就撑不住了，还我这还想。听五爷说啊，人家认输了，只要赶紧结案，孙记陇胶庄他愿意底价盘给七爷，从此全家迁出济南，永远不再干这行了。哟，您瞧，哎，本来我这官司我想打他个七年八年的难，你要这么见好就收吧。我也是这个意思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这一年多孙家上下使了银子无数，可府台大人就是不结案。七爷，这招你可够阴的。哎，这就叫杀他个干干净净。好，再说，袁祥已经坐牢一年多了，赶紧把他放出来吧。得，吴掌柜的，看你的面子，我饶他不死。来，喝酒。喝酒。得，我这个中间人算是没白跑。七爷，明天就来盘点吧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听说那老孙头不行了，活不了几天了。孙家正筹备着办丧事呢。哼，自作自受。
派你个差事，孙记陇胶庄让我盘过来了，得有个大闸柜。我看就是你吧。我，这怎么了？不愿意给我办事了？七爷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可我大堂上也供了，大牢也坐了，您想怎么处置我，您就跟我明说，我都认了。吴掌柜的，听见没有？好像我要害他似的。七爷，嗯，有话你还是明说了吧。哎，我这不是已经明说了吗？怎么了？袁翔啊，是真的知道错了啊！你呢，就别再拿他开涮了。嗨，我这事儿我能拿瞎开涮吗？袁翔，这一年多的大牢啊，我也不让你白坐。明儿去孙记盘点啊，就是你去。你从老柜上带两个可靠的人一块过去。从今往后，我可就全交给你了。七爷这面子可大了。袁翔，还不谢谢七爷？谢谢七爷，谢谢七爷！哎哎哎哎，你大老爷们哭什么哭？啊，寒碜不寒碜？去吧，准备准备，啊。七爷，嗯，你这事儿办得固然漂亮，可袁翔这人品靠得住吗？没有比他更靠得住的了。这种偷偷摸摸的毛病可是不好改呀。他对不起我一回，我还提拔了他，他就不会有第二回。难说，你还是得防着点的。用不着。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你别忘了，他做坏事是为了给他老娘治病，就这份孝心就难得。你是个大孝子，所以才这么想。您再想想，可着这柜上最老的人，最懂行的就是他。您说他还能靠不住？七爷，我可是真服了你了，你做事儿让人摸不透。哼哼。既合乎情理，又出其不意。嗯，难怪啊，你能成大事。得，您甭抬举我啊。想当初，要不是我那一泡屎换了您2000银子，我能有今儿个？坏，你真坏，坏透了，你个活土匪！来来来，哎，四哥，嗯，接着说。你妈一直说呀。这个姓韩的这小子是他们娘家的一个远亲，嘿，我看他这个闹法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正经人儿。那怎么不把他赶出去呀？要能赶早赶出去了。嗨，我看你妈呀也是一肚子苦水没法说。我妈她不是那种前怕狼后怕虎的人呢。你是没见那小子呀，包肠窝肚，打杠子套白狼，什么坏事他都干。不是，那家里就没人管他？有你妈护着，谁还敢呢？这可真是邪了门了。二婶能容得下他，这里边的事儿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了。嗯，我妈她向来眼里不揉沙子，这事儿啊我回再说。哎，我爸爸他不爱他吧？我看够呛，下半身不能动了，连人都不认了。你啊，还是赶快上路的好，越早越好。要晚了，恐怕有这么厉害啊？哎，你看。我可不是有意咒老爷子啊！哎呀，啊，这我知道。哎，姐，那我今儿动身。
别耽搁了，快点走。我可是回不去呀。行，就这么着吧。哎，我这次走，我可不能带着九红一块儿回去。我，你甭说了，我全明白。你不把家里铺垫好了，你哪让他回去呀？啊？那我可就不用你嘱咐，我会照应。还不放心啊？放心，姐打小的疼我。甭说好听的，知道吗？他有了，有了？你怎么也没告诉我一声啊？我怕万一不是呢。几个月了？我有两个月身上没来了。偏偏这个时候，就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。别说这个，你知道啊，我不是不愿意带你回去啊。哎呀，告诉你，别说这个。这我们家的事儿呢，你多少也都知道点儿，是吧？还说还说，我呀，就在这小屋子里等你回来。反正我是你的人了。甭管你走到哪儿，都知道我是你的人，我就知足了。嗯，我就这么想波波。哎，你自己不觉得？不觉得。别人可都说我坏透了，说我是活土匪。哼，你要不是活土匪坏透了，我还不喜欢呢。给我生个丫头。干嘛要生丫头呀？长得跟你一样啊，看我怎么把她调理成一朵花。嗯，那我就给你生个丫头。爸爸陪葬的，只有你给他买的那一块地。儿子给您点的烟。
您走，儿子给您磕头。老七，老七，哎呦，老七，你回来了！来来来来，让我好好瞅瞅。哎，三叔，哎，哎哎哎，理儿到就行了啊！行了行了行了，哎，七弟，哟，五哥呀，啊，刚从法国留学回来，你们都出息了。七弟，七弟，哎呦，七弟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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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哟，三婶，七弟，大哥，回来了，回来好，回来好，七弟，你回来了，你就是樊成发是吧？啊，就是就是，早就盼着您回来了。少叫我七弟，什么跟什么叫七弟啊？往后叫七爷。我告诉你，哎哎哎，今天老七回来了，我请客，我掏银子，咱变一法叫一桌啊！哎，那好，那好，行了行了，别白活了，先让人娘俩先聊聊。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对对了。哎呀，哎，这老七真是。妈，您这几年挺好的。还成。你看我老了吧？不老。您这气色多好啊。哎，好。听说你在济南娶了一个姨太太。是。我是没来得及跟妈说。我。不必说了啊。你长大了。也自立了。你自个儿的事儿啊，我不管。不过，你这位姨太太，不能进咱白家的门。妈，她也是好人家的女儿。别说了，你在外头给她另立个门户吧。你要娶多少娶多少，只不过这种女人，她不能进咱家的门。咱家的规矩你不知道吗？知道，知道就好。这姚姐儿有什么好东西呀？她要进咱家门，不得把咱们全家给搅和了？是，妈说的是。谁在外头呢？我找我哥。哎呦，他知道你要回来，天天的盼你呀。我想我哥。嗯，哥也想你。我给带好多好东西来呢。真的？那当然了。得了，把你带的那点东西啊分给各房，看看你的儿子媳妇儿去。是。嗯，走。哎哥，晚上我带你去听戏吧。你带我？哎，眼下有个唱小旦的万小菊，唱的可红了，我都会唱好几出了。是吗？来，快去啊。这是爸爸，来，快，来来来，过来，来，来，怎么了？来呀，爸爸呀，快叫爸爸，叫叫叫，乖乖乖，叫一个，啊，哎，快去呀，爸爸给你看好东西，来来来，来到爸爸这儿来，去，爸爸给你点好东西，来，哎呦，你看看，快点，哎。儿子，哎，你看多好，儿子，哎，拿着玩啊，好，哎，你小子往哪儿跑你？妈妈，妈妈，哎，哎哎哎，怎么了这是？啊，来，怎么了？怎么？嗨，嗨，爸爸，爸爸来，这小子叫我一声，来，让我亲亲。哎，他认识了。哎呦，来，我亲亲。哎，啊。哎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啊！他头一遭见你认生，你揉他干嘛呀？不哭啊！你看看你把他吓的，不哭不哭。
哦哦哦，那我们玩的好不好？最讨厌男人这副。他还是个孩子呢，孩子又不哭的。我们才四岁啊，好孩子不哭。我告诉你，儿子，你爸爸呀，四岁那时候就拿安宫牛黄喂金鱼啊，都光着屁股上草药包了，跟没出息一样。你有出息了。儿子，不理爸爸啊，咱们出去玩好吗？来，那到头去玩去啊。哎，好。什么东西这是？你好，还说呢。今儿个在灵堂给你爸磕头，院里好多人都说，快瞧这气，连个眼泪都不掉，是个什么东西？哎，这是，不是我倒成什么东西了、啊？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我不是东西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怎么不把他接来啊？谁呀、啊？还有谁？别装傻充愣了。啊，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呀、啊。是怕妈不高兴吧？我这也是逼上梁山的，这是。甭跟我在这儿说这个，接来吧。妈不叫他进这个宅门。真的？嗯，不进就不进呗。啊，那我去跟妈说。你少跟我这装那份假贤惠啊！我告诉你，不领情。活该，谁管这份闲事儿？把他一个人到济南，受委屈，关我屁事。哎，长着钻了的，是吧？嗯，比你钻。当然比我钻，我算什么？以后我就跟我儿子过。哎哎哎哎！你看，这是干嘛呢？这是，啊？我最受不了就是女人哭了。你在外面三年，想怎么了就怎么了，满处的风。哪还知道有我呀？怎么不知道呀？我可一直惦记着你呢啊！好了，别哭了啊！这要让我说呀，就得试上了。丁叔，你最尊了！去你的！你也换个别人。换换口味呗。啊啊！哎啊！来，哎，行啊，我说小子，啊，你毁东西你倒真有一套啊！我们小嘛啊，小，哎，来。哎，我说老七啊，你呀、啊、得多吃啊，今天特地给你接风。哎呦，谢谢三叔。啊，七弟，哎，你离开京城的时候，大家伙谁都没有想到你能干出这么大的事业来。哎，数你有出息。大哥，敬你一杯。哎，秀英，大哥，你也尝尝。其实我呀，就是一活土匪，瞎闯乱撞碰的运，啊。三叔，敬你一个。哎，好。大哥，七弟，四哥，来，二哥，五哥，来。妈，好，您喝一个，喝一个，三婶，姑姑，来，我高兴，二婶，来，哎，二婶，六哥，哎，七弟，大家伙喝一个，哎，来，祝贺，大喝，
七弟，我听说谁是你七弟啊？我跟你说了，叫七爷。好，七爷，七爷，我听说您在济南弄了一个最走红的窑姐，收了房了？怎么着？没怎么着。您眼福不浅呢，怎么没带来让大伙儿开开眼呢？想让我敬你一壶酒吧？来，咱们喝。哎，姐，你给我坐下，你坐。哎，景琦啊，赶紧的，这螃蟹凉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呀，听听景武在法国留学的事儿，哎，那乐子大了。哎，外国的洋人都不留辫子呀？谁知道？不留，人谁留辫子？不留辫子，不留辫子了。就这样。别戴着，男人要是留辫子，别戴着，让我们看看。真有辫子，八九八。我说呀，八九，那个得八九。别管，七哥怎么样？这我们家老母，这都是你们家的洋人，大清宫的。哎，你不说给我找个漂亮妞吗？啊，领我上茅房来干嘛？跟你说了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你看你真是，你干什么？我不去。我不去，我不去！哎呀，你干什么去？哎呀，你干什么去？哎呀，你进去吧！哎呀，我走！走！走！不好！放手下来！放！这老七呢？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打上了！哎呦，快去看看！甭过去，让景琦打，打死他我都不解恨。你不知道这里头的事儿，让他闹，他把我尿桶里头灌，他打我，你们管不管？你们管不管？滚！滚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我告诉你，永远不要再让我瞅见你。再敢进我们白家宅门一步，我瞅见你一回，我就让你喝一回尿。好，你们都给我等着，你们敢打你们的大恩人，我叫你们全家都活不了。站住！没死啊？没死。你闯了大祸了。那就他这么一个无赖，他能怎么样啊？他能拿出什么证据来？你还不知道现在的衙门呢，宁可信其有，不会信其无。莫须有的罪名，被杀的人还少吗？当年你大爷被判了斩监后，不就是一笔糊涂账吗？那咱们就给他来个死不认账。姓韩的呀，未必就知根知底儿，除非他能找着我大爷。所以这个事儿，再不能跟第二个人说。嗯。
真要出什么事儿啊，我盯着。还轮不到你呢，真要出了事儿啊，首当其冲的是你大哥。所以，你一时半会儿的不能回济南。你那边都交代好了？交代好了。好。贵上我都有安排。嗯。要这么说的话，那我还真捅大娄子了。这姓韩的小子，再这么闹下去，咱家就没有宁静的日子过了。这万一出了事儿，那我大哥他……担心没有用啊，听天由命吧。王公公，这十来年的功夫，您一下就成了宫里头寿药房的总管了，您青云直上啊。比得上你吗？你发财呀、啊！哎，哪儿哪儿哪儿！你的黑漆龙江，老佛爷特别赏赐，你有出息呀、啊！哎呦，您这说哪儿去、哎？你还记得吗？嗯，你过满月的时候，我还唱了一出《红鸾喜》呢。哦，记得，记得什么呀？满月的时候你还尿裤子呢。白大爷生了太医，以后可要更加小心了。哎，是是。你爸爸就是前车之鉴啊。把这药牌收好，我得走了。王公公，这是自制的滋补丸药，十盒龙胶，您带上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王公公，这银票您收好了。哎呦，干嘛那么客气？参公死的时候关照过我，说呀，白家不容易，只要我管太医院一天，我不会亏待你们白家。有您这句话，我们可就有了主心骨了。哎，七爷，哎，什么时候有堂会，您圆一声啊。嗯，我可要给你串一出啊！别介，您这哪儿的话呀？我得傍着您呢。哎呀，哪儿啊？我一傍嘴。哎呦，可九成打听，谁不知道您王公公这两下子呀？啊！府上的人不用惊慌，无非就是带大少爷去问问，问明白了也就没事儿了。这事儿不是挺明白的吗？这姓韩的不能血口喷人，您说是不是？我们也是奉命而来，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不太清楚。不清楚就行抓人啊。老七，那就让我跟二位去吧。大哥，你等等，你们要抓抓我啊，是我打姓韩的，他要咬咬我，你凭什么抓我大哥呀？这是你们宅里大爷的事儿，自然要带大少爷去。大爷死了有20多年了吧，这北京城里没有不知道的。哎，要告也得拿出点凭据来吧。何总管。哎，二奶奶回来了。你拿500两银子去。哟，拿去啊。得，二位差官辛苦了啊，快坐坐，坐一坐，我有话说。甭客气，坐。哎，我们家大爷这官司25年前就拒了结了，可是就有人专门跟我们白家过意不去，想必二位差官也有所耳闻吧。听老人们说过，北京城没有不知道的。对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冤仇宜解不宜结，您说是这个理儿吗？是是。胡总管。哎，来了。请二位啊，把这银票带上。不不不，哎呦，甭客气了，我无非啊想让我们家大少爷少受点委屈。在这儿，我就先谢谢二位了。您受累。
您受累。二奶奶您放心，我们尽力就是。谢谢您，谢谢。走吧。您请。请留步，大少爷不会受委屈的。谢谢二位了。行，听我去。锦旗，我有话跟你说，你呀去找王太监，让他在宫里头打点一下，从宫中取银子。哎，老三，这魏大人呢，他虽然卸了职在家，可是他上上下下都能说得上话，你要跟他打个招呼，哪管给他捎个信儿也成啊。得嘞。胡总管，哎，这詹王府一家全都在新疆，这事儿跟他们没什么牵连吧？我最担心的是官家。我明白了，明白了，那我这就去，赶紧的。哎，出什么事了？他们把锦衣带哪儿去？哎呀，锦衣呢？你这挺个大肚子出来跑什么呀？你赶紧回去。哎呀，大少，他把锦衣带哪儿去了？这事儿你甭管，我经历的事儿多了，别遇到点事儿就这么慌里慌张的，像话吗？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我说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呢？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平花，赶紧的，搀着大少奶奶回去躺着。我说三奶奶，你过来，过来。你呀，得看住翠姑啊。嗯，你还记得吗？当年抓大爷的时候，大奶奶是怎么死的？放心吧，有我呢啊。来来来，你给我老头找了，快快快！哎，
门在外不容易，这么大岁数，